对他的头喊话。以前的毕业歌是哪些？小时候有评剧啦。哦，评剧，哇！天哪，这是什么歌？你叫他猜啊！你只是慢等一下。你是怀孕了？我怀孕了。谁能获得桂冠呢？第52届电视金钟奖就在三立都会台。哇，好认真哦！我们要今天要做那个特别节目，安大明星，嗨，嗨，大明星，嗨，大家好，我是 Kira， 耶！哎，找镜头，找镜头，哎，看看，哎，看看你找镜头。哎，我现在会找镜头，不愧是主持人哦，真的真的真的，你们两个来，我们就等于有千军万马来，就感觉非常的开心。谢谢谢谢两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这个难得安安大明星可以请到这么大牌，对不对？还一次两个，没有哇，我跟你讲，这真是真的，我真的觉得你人真的也是相当实在。我们要先祝凯乐生日快乐，谢谢，对，好感动哦，真的是。充满了那个满满的幸福的能量，就坐在你旁边都觉得很快乐。哎，会不会这个月就是你的月，就是生日，然后又得了金钟？因为刚好赶在9月最后一天，哦，生日是9月。对对啊，然后你就带领我一起拿金钟，因为你拿等于我拿。是你带领我，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个地方。太客套了，不想看是不是。就是你们两个这样让我们觉得，就是不需要在这里再。就是假客套，是是是，刚刚都不是这个样。当然啊，露露跟汉典小心点。你刚刚又找错镜头了。刚刚拍到你。今天的导播很活泼，他们跳来跳去。导播就是这样子。棒棒导播。对，导播很开心，因为导播看到你们两个来，就可能他也是用猜的啦。对，他猜你现在都会看这个，所以他因为我总是无厘头的。对，所以今天我们永远都不会看镜头。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看你好了。好，哎，这什么好意思？那我们来对看。好。可能你好，你要演多久啊？好啦，没有啦，这个真的很开心哦。你们这一次啊，今天我们这一集算是一个这个金钟前哨战，礼拜六就要颁奖。对，时间好快哦。好紧张哦，我也快打结。就发布那个入围到现在也这样一段时间以来，两位生活有什么改变吗？第一天听到的时候，应该就是热3天，然后中间应该就是又正常在工作。对，第一天听到的时候不敢相信，然后我的脑袋完全没有办法想任何事情，我只是一直鬼打墙说天啊天啊，大概有说了几百次吧。真的。对，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爸。真的是处女座共同的语言呢，处女座只要一种那种状态下就哎，你是处女座吗？对，我是，我是处女座最后一天，所以你也是处女座，处女座的啊，所以他是双鱼座，他比较多愁善感一点，还好，我就比较多愁，他就是，我就是大概在前几天吧，我眼睛才大概重现光明，在之前什么意思？就是哭到快瞎了，太夸张了。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已经你们已经觉得说过了那段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我到这个前几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是在那个床上还在哭，然后要睡觉前我还说。怎么可能？然后自己在那边哭。那你不是吓到小恩了？哎，他没睡到我旁边。好会反手。哎，开玩笑，哎，马刺队，马刺队，好不好？好会反手。对对对，我们今天一直期待，就是有这种，就是刚刚我们进来，就是也是行礼如仪的跟大家的经纪人说，今天做访谈就是依照像新闻节目的规格，就是主是要震惊的，我们刚刚太嬉闹。太嬉闹了啦，没有嬉闹，之后我们尽可能可以听到这些，就是平常你们私下聊天才可能不小心手机录音会录到的内容。没问题，因为其实我当下知道的时候非常开心，我打给我爸妈之后我就打给他，真的，他不知道语气在给我冷，电话是别人接的，冷漠，冷，我真的很冷，他很冷漠，而且也没有带丝毫的哭腔，我都怀疑他一直说他哭根本是骗人的。哎，所以你为什么那么冷漠啊？不是因为其实凯乐这个人就是有点是。蛮难预测，蛮难了解他到底真实的心里在想什么，就是因为他很容易了解，对，因为好，我问你好，我问你好了，就是因为凯乐他自己本身就有主持另外一个节目嘛，是娱乐百分百嘛，同时入围同一个项目，对对对对，那他怎么可能会不先打给他老板，而先打给我？因为那天太早，我老板都睡很晚，我不想要吵到他。对。那以他的这个开心的程度，我相信应该是另外一个节目应该会比较开心。没有，我知道，我知道原因，因为那个节目，另外那个节目还会遇到。因为我们节目只有一季啦，我就各自的机会了。然后你们就是只能自己就是联手直播，假装是番外篇这样子。哎，你有看我们直播？嗯，这还不错哦。然后他现在就一直哭。
就不知道在哭什么。而且那天就是我们因为十八岁不是，虽然我们只做一季，可是我们跟所有的工作人员感情都很好。然后那天我们就自己办了一个庆功宴，我们就去钱柜唱歌。然后不知道怎样，他一直逼我要想一些，如果真的不小心假设中了，中了，我们上台领奖要有 pose， 他就一直逼我要演练。我跟你讲，我们因为最近那个学好了，我之前用很复杂，他不要。就本来是类似，就是比如说，展示一下。就比如说每次就。你要先从公布开始，我们会全。好，你先公布一下。就那天他跟我 rehearsal。所以你是十还是八？我是八。好，那我是。你是说那个先讲那个你当主持人，你当主持人吗？对。公布得奖。对，公布得奖是。得奖的是。得奖的是。十八岁不睡 ，Kid 凯乐，万德岁十八，就他硬逼我要比八，然后后来我说那他本来硬逼我要这样，八，对，但是后来很像蜜。对，而且我会穿礼服什么的。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改成一个小的版？而且你这样打，如果不小心打到他也不好意思。是不会，因为我在他后面。可是之前这是简短版的，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是很复杂，就是比如说拍三下，然后再背打三下，然后再这样子互相左右两个跑这样子。你都记得哎？对，我以为你喝醉。没有，就本来是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在看历届的这个金钟奖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就很低调的就走上去，然后有点不好意思。我懂。但因为这一次我觉得创新，对，因为而且这次毕竟我觉得很开心，是节目也都停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对啊，就人家不会记得我。最后一次，而且我觉得是评审就是非常的好，就是他们就愿意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很多的机会，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点不一样，感觉选你们入围就是直接也不用敲表演来宾，就是真的一次省很多钱。我们就是要在底下就要放高调，我已经讲好了，要真的，所以你当天就已经决定这个 pose 了吗？没有，一开始其实真正的来说，是因为比如说我坐这里，凯乐坐这里，然后小猪哥坐这里嘛，对，然后我就会说，如果是十八岁不睡的时候，这样站起来，我说，罗志祥，你跑掉，你赶快坐下哈，之类的，你敢啊？我不敢。没关系，就是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先在这里做预演。那你如果得奖，你有想要跟旁边其他就入围的人致歉吗？处女座的人都会比较不好意思。对，我可能会非常开心，然后不敢相信，然后马上秒哭，然后抱主持搭档之外，结果先抱了我志祥。啊，如果是可以，突然间啊，我不是这边得奖，然后过来抱这边那种感觉，那 OK 啦，反正就是。你会计较先抱谁吗？其实双鱼座的是玻璃心的，真的假的？他在意的是你当下最快的那个 moment， 你是抱谁？所以你一定要抱我。你可以先抱我一下，再去抱他们。那哦，好吧，反正不是，那你会这样站起来的？我又被掉机器了。不是因为没有人抱，不会啊，不会啊，就感觉也很好。可是起来，可是你们要一起上台啊，就最后抱你也是合理。对啊，不能上台再抱吗？不行啊，就是我们真的很在乎，就是那个感觉的问题。双鱼座好麻烦哦。双鱼座真的很麻烦。啊，你这样处女座心里会有那个压力耶。他当天可能如果真的不小心先抱罗志祥，结果是你们两个得奖的时候，他会内疚。但上去可能也会忘记啊，反正领到奖就很开心了啦。哎，天哪，我们今天忘记拿奖出来给他们先试摸哎。哎，不能摸，听说不能先摸。真的假的？露露有摸吗？露露的啊。我想不能先摸哦，真的吗？对，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小配包？因为我是听人家讲说，因为毕竟它呢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东西嘛。哦，可是我们那天是以一个就是崇敬的心情，露露摸了三只金钟奖。哦，越来越有机会了，怎么开心啊？摸到哎，他摸的是那个龙少华。得男主角，哦，那他真的那个整个气都被那个金钟吸走了。不过他那时候看起来也是很强大，所以你现在心里其实是雀跃的。其实我不瞒你说，我前几天也摸了一座。为什么？你为什么？可是我摸的是金曲奖，我是摸了金曲奖。哦，那没关系啦，那个你应该没有这辈子应该没想要入围那种奖吧？哎，如果入围的话。可是凯乐有全天下的歌手都会去自杀吧？不要这样，我入围金曲也太扯了。因为你才华那么多，金曲里面总有你适合入围的。对啊，对啊，创作啊。
啊，我们先回来金钟奖好了。好，金钟奖。对对对。然后这次那个入围的过程当中，然后大家都知道凯乐算是第一次入围。对。然后主持节目其实也很久 ，Kid 也是哎、欸，绝对是第一次。我真的觉得这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的那个感觉特别。印象深刻，而且是一个，就是两个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个行业这么尽心尽力在表演，嗯、对，没错，很真心的这个，觉得替你们很高兴，因为这也代表就是一个肯定。嗯，我觉得这一次最开心最开心的是，虽然说是我第一次入围，对，但真的最开心的时候，我有跟他讲，我是很开心，是因为我跟他一起入围、哦、真的，因为我在，那你等下记得去跟宪哥说，他跟他一起入围的时候。欸他应该也是很开心的，对，因为其实我们有一种很奇怪的革命情感，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在上那个综艺节目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娱乐百分百啊，是啊，对，然后那时候在参加那个游戏王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跟罗志祥就是很挺我，就是那时候蝴蝶，那时候凯乐很厉害的是我们在玩那个鲤鱼跃龙门，然后他。虽然说是一个女明星，但她也是陪我玩到，就是她那个腰整个都是腰和脖子都炸坏掉，都炸坏。那我觉得最大的祸首就是我，因为我就是激了大家要去跳的很可怕的那种，就是关卡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这一路上就哎、欸、很开心，就在游戏王就是有点就是因为他们而发光发热。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欸、有一次的那个主持机会会是跟他。哦、然后后来当下知道说哎、欸、另外一个搭档女主持人是他的时候，其实我那当下的那个雀跃是就是就这根本不会想到金钟奖，也根本不会想到说就是后面表现怎么样。嗯、因为我是觉得说哎、欸、能够跟他一起主持这件事情是一件。超爽的事情！天哪，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很暖男呢。他真的是暖男，没有，可是我是发自内心的、嗯。我相信，我相信 啊，我们都相信。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合作了，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一季，但我觉得这一季就是给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回忆。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笨。他每次都一直觉得，因为他以前觉得我超笨，超傻。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只是糊涂，我不是笨。然后他后来跟我主持的时候，他就说：“哎、欸，其实也蛮聪明的。”我就说：“对，我很聪明。”哎、欸，我在那个节目里面，就是大家就是除了这个节目的内容很丰富之外，大家在看另外一个点是，他会想尽办法的用一些刚刚像刚刚那个梗弄我，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就是很直接的人，我就常常会被他就是陷害。没有，没有吗？那个不是想要弄你，那是想要更了解你，我想要深度访谈你。他超级深度访谈我，而且有点过分。反正后来我就觉得，在这个节目，就是我觉得就是很聪明的部分，就是反而是凯热在就是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是很冲的一直在前面做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在棚内没办法做的事情，这样就例如在棚内我们准备的那种，就类似那个飞机的那个。螺旋桨，然后在那个棚里面，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电风扇，我们要模仿像台风天的时候要怎么在外面访问。像我刚刚快剪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帮我解释这一段，了解了解，就是有默契，我觉得你们应该听不懂，对对对，啊对，这是你们两个共同的那个记忆跟那个画面，对，所以只有你看他讲起来就特别有感觉，而且知道在哪个点帮你接上来之后，就是让你看是。持续的让他这件事情完成，就是、所以这我这个节目是真的是靠他。没有，你不要这样子说，真的是没有是，不是啦。好，今天就在大家互相靠他，对吧？没有没有，因为他一直称赞我，我真的要来好好的说一下，因为大家看到的林柏森可能印象中就是很冲，然后用生命在玩游戏，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很执着很努力的人，真的真的，然后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牢牢的抓住，然后用全身好像是好多辈子的力量去完成他，所以我每次在他旁边我都会被感动，哎，从以前他还没有红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这个艺人实在是太认真了。他我们曾经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每一次去上游戏王，就是以前他来上游戏单元的时候，他说我都没有当作那是录影，他就是对他就是把每一次的机会都是用他全部的力量去完成，每一次的表演都是最后一次，嗯，我就很到现在都是这样，对，我觉得很感动，对，因为所、就、以、是、他就痔疮喷血了，因为太努力了，对，好了吧，应该好了吧，应该。
好了吗？就有时候还是会啦，像最近可能又要复发了，我觉得他有点。那万一肛门有点痒痒的，那万一颁奖典礼那天怎么办？你是穿什么颜色的西装啊？颁奖典礼那天，那就是见红大吉啊，也是一个好，好像不错、哦，好像不错哎。还是你就挑红西装，反正也看不出来。可我那个会比较是深红色。啊。哎，嘉恩快点，这时候就要把我不会不会啊，我们没有，我们一直觉得说这是最自然的一种祝福。其实我今天在直播，这是一个幸运物哎，其实幸运物吗？对啊，搞不好就真的是因为这样。那还是我刚才贴满就是那个卫生棉在上面。我真的觉得这样也真的是有点贴太多。哎，不觉得今天这个直播也是蛮特别的？怎么说？就是好像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我们是在办公室，是在办公室。然后就是我就不敢很大声。不用，你就是因为大声，因为他们会吵到他们呐、啊。就吵啊，没关系吗？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们其实也都在看。哦，是啊。对啊，这边就是新闻网，然后跟 Vito 就在后面。好酷，所以我就讲话就是好。所以我们一直安排在这。其实我们本来是在那个中央。对啊。就担心说，就我们开记者会那里。对，但就怕说那里他们更没有办法那个专心。对啊。而且今天 Kate 跟凯乐一起来，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人在上班。哈，真的假的？对啊，因为反正没有，也是中午要吃饭。不是要看我们是要吃饭？也有，也有，也有，他们就拿着手机啊到处看。所以这个刚听那个 Kate 这样讲起来，你是他的贵人。嗯，不要这样子说。我就是觉得不是真的是，而且是入行的某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贵人。处女座这件事情，就是做起来其实也真的是没有在。客气，所以这很尴尬。你看，十八岁不睡跟那个娱乐百分百刚好是入围同一个，对啊，就是项目是。但是娱乐百分百确实是我就是当时就进演艺圈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节目。明白明白。对，而且甚至我那时候在那个娱乐百分百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录影嘛，然后都没有钱，就是买衣服，然后甚至通告费也很少，然后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就是都穿，就是那有几次录影我都穿一样的衣服，然后那个时候，而且那时候很瘦，跟现在都不一样，瘦那时候55公斤，超瘦，还有比较帅吗？不一样的帅，他比较喜欢我现在，不一样的帅啦，就是对啦，对啦，然后重点是就突然就有一天那个谁，是就是小猪就突然就是在录完影之后出来就跟我讲说。就哎、欸、，Kate， 你毕竟也是一个艺人啊、嗯，你就不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这样对你不好。嗯、是就是毕竟说你还是要打扮一下这样。然后说，哎、欸，小哥，我真的没有钱，没办法，我真的没有钱可以买东西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牌子叫做 Stage？ 我说、啊，不就是你那个牌子吗？你当下是真的这个反应吗？我真的是那个反应啊。然后这么综艺哦，他也很帅，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牌子叫 Stage？ 好妙、哦，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说哦，我知道，就你牌子什么的。嗯、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赞助你身上所有的行头。哇！然后我整个听到说什么？嗯。然后就后来他我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我现在帮你打电话，你等一下就是结束直接去西门町拿衣服。哦。我一下通告直接飞奔到西门町，就先拿了7-8万走。你就怕他后悔，对不对？对，我说左边三袋，右边三袋，知道吗？然后那个店员这样，傻眼。他说第一次看到有人没付钱，然后他说你老给讲哎哦，你老给讲哎，不是我哦，就很爽。然后其实开玩笑，主要是因为很感谢啦，因为主要是那时候于百的关系，然后就造就有十八岁不睡，就是我跟凯的主持的这个默契这样哇。然后所以我觉得就这两个。节目就有点可惜是在同一个这个项目里面，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这两个节目得，我都会很开心。老实讲，虽然说不是我，那宪哥怎么办？就是你说大热门吗？对啊，也是同一个。他们现在都做好几百集了，我相信他们还有明年的机会跟后年的机会。我们是哎，我也觉得唯一只有今年十八岁，就只有对对对，你们两个就是如果今年没有再用这个节目得奖就。来年要入围，就还要再开新的节目，就是可能要看什么时候。但也不一定啊，搞不好因为今天这个有一些机会促成，说，哎、欸，两个看起来真的是相当匹配，觉得匹配，可以找我们做节目吗？真是真的，我们就算得奖也不会涨价。对啊，因为我回来了吗？他没有这个意思，你要涨哦、对，没有，因为不是就是，哎、欸，他直接问你，你要涨哦？对，他现在是他问你，我应该会想说。可以涨个1-2千块吗？哎、欸，不是，哎、欸，我现在很少钱的、欸，真的、欸，我超少钱的、欸，真的假的啦？多少？
我十八岁大概是我十八岁不睡的主持，大概可能是你的三分之一而已。怎么可能啊？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十八岁不睡，就是我会很羡慕说，因为其实，我会羡慕，就是因为他是签给小猪的公司嘛，我就觉得这疼他到疼到不行，就是他只要是一早上一录影，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背着我的行李这样子，然后两包三包，然后这一定要讲一下，然后就跟着我的经纪人就一起走进去，然后就两个在那边吃早餐干嘛，就很像乞丐，你知道吗？太夸张了，因为我每次都穿很邋遢，然后后来就过大概十分钟吧，然后就有一个就是每次都是我们先到，好不好？门打开，那个光就射进来，然后一个人就女性戴墨镜，然后这样，然后就走进来之后，哦，然后接着就是服装师两位，化妆师两位，然后经纪人、助理，然后叭叭叭就一群，就哦，就是很有气头，那个派头，气派。好好讲，我们入围主持人讲，你不要这样口条。我们就是因为很烂，然后不是就讲话就是比较，然后他就觉得我派头也太多了吧，然后他就说我们都只有两个人，然后有一次那个我的经纪人还带纪元的鸡汤来一整锅给我喝，然后他就在旁边看傻眼，夸张，哎，纪元的锅子你知道有多大？明白，就这么大，就大概跟这桌子，桌子这么大，然后咬，我最讨厌一句话，就小双姐说。来来来 ，Kid， 两把吃点鸡汤，妈施舍啊！哎，我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好想喝鸡的，不是好不好？没喝过那种乳白色那种整只鸡熬进去，你知道？太夸张了。那你们这样庆功宴，不然去喝鸡汤好了。嗯，欸，他现在有的是钱，好不好？拜托，他现在投资副业什么，又有那个火锅，又有什么好多好多衣服的牌子，真的。对啊，他现在都没有穿 Stage 啦。哦，对，我就是问，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新的自己的牌子。因为你现在自己有自己的牌子，你要穿自己的牌子。我都是可以想穿 Stage 就穿 Stage 啊。因为你是老板，是不是？不是啊，因为 Stage 话就没有寄给我。我也不好意思啊。那你就有自己的牌子吗？真的。你根本又走心了吧？多走心啊。好了，没事啊。不会，就今天其实安先整场都是 Kid 在那个，就是有一种发表那种人生小感言的时刻，哎，对他来说，这次的入围真的有很多万般情绪，这个纠结在心。我很容易跟大家分享我的真实情绪。我们感觉听起来就是每一句话都很有画面，嗯，而且我就是很想要一直聊，真诚，真诚，就是我就很想不想低调。而且他连私底下都是很一直聊天，然后会一直主持的人呢。我们连私底下去钱柜，他也要一直主持。而且每次约去钱柜，他一开始都会先抱怨，他通常都会比较慢到，然后慢到走进来，慢到应该那时候那一次，然后就走进来，然后就一坐下那个包厢里面沙发，他说：“吼，为什么要约钱柜？我就都不唱歌，你约钱柜很无聊。”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大唱，什么歌他都会唱。哎，我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就开始一直唱。对，我还印象中我那天跟你合唱有点甜，对我都没醉，你以为我喝醉了？你没醉啊？我们还有合唱台语歌吧？好像有一首。那我们改天可以再叫两位来合唱吗？我可以，你可以吗？我不行。他拒绝你，他拒绝。不是因为我是气氛型选手，就是我希望是在达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对对对，他有一点很贴心，他会想要照顾每个人，所以他一到包厢里，他就会希望这个包厢是很嗨的，他就会卯足全力一直暖场，然后一直主持。感动哎，对啊，就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精神，然后看节目的观众才会受到那个感染，才会一直这样关注嘛，所以。当时这个节目应该没有制造太多气氛，所以他才会不见了。十八岁不睡的那个节目，你应该太文青了，或太也没有哎、欸，没有，他还是蛮疯癫的。对啊，我都不知道被剪掉多少片。哦，真的，就是把那个剪的再凑回来的话，这个节目可能就会一直留着。而且他是我看过所有综艺节目里面最会穿帮的男主持人。哦、真的、啊，他一直在露底裤，一直露，一直露。我在露。然后是故意的、哦，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个，就是呆呆向前冲的概念在主持这个，就是十八岁不睡。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的
就是 target 都是在年轻人上面，那包括我们的制作团队、嗯，那所以我们其实有一种就是包括说在节目上讲错来宾名字这件事情、嗯，是一般的主持人不会发生的一些问题。但为什么我们发生了而他们没有剪掉？他是觉得我们的这样的感觉很自然，很自然，然后而且一些年轻人是可以接受的。嗯，那我们就也愿意说好，我们就。也就是当场就是道歉，因为他很扯，我很失礼耶。有一次那个海伦清桃来我们节目，然后他就大聊，那个是就是比较之前的事，然后就说海伦清挑你觉得怎样，然后他在旁边也不救我，就是开始大笑，我说怎么了吗？就啊念错了，然后有一次要念曾子瑜，然后我就念曾祖瑜。就是，我觉得人非圣贤，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棚内节目，就是、嗯、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十八岁不睡来讲，是一个算是比较实境的一个棚内节目，我们真的走很前面，对啊，超级创新，就跟现在的现在在直播就不 NG 啊，做错就算了啊，干嘛就很相似，而且也可以那个一直有人在跟我们画圈圈，你知道吗？真的假的？做那么快？哎、欸，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这个一聊金钟就是聊不完，而且等一下那个三立那边有颁奖典礼，我也不去了，因为我觉得在这边可以聊到就是最私密的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收看。真的真的，我们今天也一直觉得那个时间太短，然后今天好不容易两个一起来，好可惜哦。对啊，但是不会可惜，不然等一下那个改天得奖以后再来好了。谢谢你，你好会主持啊！哎、欸，真的真的，愿意吗？非常愿意，认真说，真的啊，废话，敲定了，当然得奖一定要来，然后再来就是聊个没完没了。哎、欸，你那个得奖的时候可不可以沙发准备大一点？因为我们这边可能要放三四个讲座。会，我们还会把别人都寄来给你。因为他入围两个项目的主持人奖，我知道，我当他现在是有對對對，那他也是啊。所以你我是同一个项目，两个那个入围的席次，然后你是入个两个奖。奖项，他有机会得到两个金钟、欸，对，那你有机会得可能是三个，因为还有节目啊，你是两个、欸，哇，好酷哦，那希望在来的时候至少把它摆满满。摆满满的，好，好不好？然后拿那个来玩那个棒打老虎机之种，好烂，太嚣张了。真的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哎、欸，那如果这次得奖之后，你打算定做几支讲座？定做？为什么要定做？因为它只有一支，它只有一支，对。然后你要多定做、哦，而且只有金，就是讲完了定完了。你就是交单子就不能再订了啊，所以要先想好，这样子好了啦。可以订给家人吗？就爸爸一只，妈妈一只，什么就是这样子。可以订给我吗？你自己会有，你为什么？不是，如果他鱼百得了，你就订一只给我啊。那如果你的得了，我没得，你要订给我吗？你要吗？有啊。我订一个中一万大的给你，好啊，那好啊，送你一只啊。你干嘛突然那么凶？一只也没有多少钱啊，然后听说一只六千，六千，对对对，这么贵？不会啦，得奖以后什么钱不能，就是这是纪念的，而且今年没有订就没有了，一定要记住哦。好，交单子出去之前要跟经纪人问清楚，说你到底要几只。是啊，可以这样子。对对对，好，第一次入围，然后也希望你们真的可以如愿获奖。好，谢谢。最好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得。好，当然当然。谢谢谢谢，哎、欸，你真的对他比较好，然后真的，哎、欸，最后我想要跟那个晚上你们安安大明星还是有另外一组来宾嘛，露露跟汉典，你要呛一下啊，我呛一下啊，哎、欸，气势要有，好不好？好，好我呛露露，你呛汉典、啊，你想好了吗？要有真的厉害的才要说出口，其实都没有很厉害，好，那试试，露露。这个预祝你会得奖，好烂、啊！不是，好像不能那么呛哈。对啦，还是做人要有合理。对啦，因为大家之后好相见嘛。对对对，就搞不好你们之后还会有新的节目，搞不好是你们四个人一起主持。那谁要站中间？真的，当然是你啊！你现在最红哎。对对对。你弄小子，好啦，小力点。你看他真的跟你很好，他绕着，然后你推他。一般处女座想说，天哪，这么不贴心，他还笑笑的跟你说你这样推，你们真的是好朋友。对，一般都冲下这样子，冲下对，还是私下才会这么凶啊？哎，你还没有呛汉典啊？哦，汉典，没事啊。两个都不是呛呛路线的人嘛、哎。对对对，不管怎样啦，反正这一组就是入围都是大咖，然后希望你们就是和乐融融坐在一起，然后等待开奖的那一刻。好。哎，我知道我呛露露什么了。好，你说。没想到。露露 ，loser。
哎，这样可以吗？这个很像吗？这很像，可以，这像。还有英文呢，国际化。Lucy， 给国际化。我们晚上就这样。哎，露露。鲁小，哎，鲁小可以，鲁小可以，真的，对，就是 OK， 没关系，那你，就这样。看点。看，出来，英文算算算，对对对，不会不会不会，今天晚上这一段记得剪出来，然后他们进来之后就先播这段给汉典跟露露看，这样节目，对他们就直接就下节目，就直接走了。好啦，走了。哎，真的很开心，那安大明星因为这个为了金钟奖暖身，然后今天把凯乐跟那个 Kitty 一起请过来，这两个人就平常真的太忙了。不好意思，得奖一定要来，不要不好意思，不然不好。但他工作就是能来是我们的荣幸，那是观众的福气。好，而且今天就是闲聊之间听到很多的秘密，希望还是要祝福你们可以得奖，因为他们已经答应得奖就会来，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得奖。那晚上，那如果万一晚上那组也答应得奖要来怎么办？那你比较希望谁来？我比较希望谁来啊？希望有人可以一直来。他好会主持哦，对对对，好会回答，烦呢，不会啦，对啊，我们这不会入围啊，所以没关系，就可以在这里就是自己嗨就好了。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好，我答应你，就如果我们真的得奖了，然后你可以允许我帮你把那颗牙齿拔掉吗？哎，真的吗？你怎么想拔？你很无理耶。不会不会，我牙医是一直也要想要拔我的牙齿。那你为什么一直没有把这个牙齿？因为他说那个牙齿可能长在两个牙齿的中间，我一直在找一个就是真的很厉害的、很厉害的牙医。其实我有点害怕。可以？为什么聊牙齿去？对不起。因为我这个牙齿就是，哎，真的，你真的很观察入微。他就是双鱼座，心很细。真的。然后这个是一个没有长好的小虎牙。原因是因为为什么？我觉得牙齿很重要。我知道，因为笑起来的时候就。我之前这边有缺牙，你还记得吗？缺三颗牙，然后后来我补完之后，我就接上了那个综艺玩很大的主持。然后你们是不是在往外飘？我们已经开始主持那个健康节目，我们已经帮自己开了新的节目了。希望有机会我们来讨论一下牙齿的。对，我觉得健康的节目我们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希望有机会就是我们，如果你们又开新的节目，我可以去当单元助理就好了。问神的也可以找他，因为他风水我很注重，他很注重，我都有在关注。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发现到了两位新的才华，然后希望接下来那个节目可以就是越开越。越多，祝福两位可以得奖，因为等一下真的有点，我要把他先带走。好，不然凯乐你继续一个人主持人。也不用了，我要把他带走，因为我没办法让凯乐穿这样子丢在你旁边。那我们先跟大家说谢谢，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请到凯乐跟 Kid 来安大明星，得奖一定要来，就是好了，一定这是我们的约定，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祝你得奖，谢谢建安哥，谢谢凯乐，谢谢建安哥，谢谢。